好，谢谢主席以及各位先进啊，我们这个财政委员会是很和谐的啊，大家气那个火气小一点。来，请一下苏部长。好，请苏部长。赖委员好。部长，今天是报告事项，我想所有的委员的焦点哦，当然很重要，是第一个就通番税了哦。是，因为真的要做到居住正义，我想持有税跟交易税是二者都不可以少了。那你们现在提出很多的理由，包括你的报告第五页，我帮你仔细的读一下。你说另外参考国外多位学者的研究，不动产所有者会把财产税转嫁给承租人或提高售价。我给你查了一下，你总共就拿了七篇还是八篇，结果2020的只有一篇，其他都是在1972年、70年代的。你找30年前的资料，然后来讲现在的，台北国的情况来公然去卖哦，有一点离谱了哈。那个，你等一下我再给你回答哈。所以，其实每个委员都认为应该要课囤房税的哦。那你现在你要留一个尾巴，苏部长，我的共鸣今天好不？我的天，你留一个尾巴。刚才郑明忠委员问你的时候，你变成囤房税，你也不敢决定。啊，你也不敢决定，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实施日期，你也不敢决定。所以由立委决定。你案子出来就要定案啦，案子出来没有定案，代表你不敢负责任哦。我说委员来啊，都按你都按了立委提案的话，那得财政部这么大一个部长来定，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啊。第一个，我再强调一遍，第一个实施的日期。到底是105年还是110年，还是 in between？ 你怎么可以没有心里没有想法？因为我们送来的草，你怎么可以没有想法？我们送来的草案基本上啊，就是由行政院定之哈。丢105年嘛，你在很大声的讲出来，你要 defense 你的政策啊！你怎么可以说这个东西我开放心惊惊，部长，先看我等你。对不对？你既然提出来了，你就要政策里面白纸黑字写这么清楚，就是105年嘛。受其既往，委员有意见，说服委员；外界有意见，说服外界，这才是有担当啊，是不是？所以我就问你，确定吗？105年确定吗？这是你的政策哦。谢谢委员呐、啊。基本上我确定吧。我想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已经就实施的日期、生效日期已经写了嘛，行政院定之嘛，对嘛？所以后来行政院定105年呢、啊就是。后来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会听听这个大院审议的结果啊。这样我们来定这个生效日期嘛。对，你说我主张105年，但是立委有其他的意见，我们大家讨论，这句话我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能说一来啊，你惊死惊死。哇，死个冷灾！没有所谓惊死惊死，惊死惊死哦，没有啦，哦、没有。委员，你每次都跟我加形容词，哦，没杀你的掉啦，哼，我不能加形容词的掉呢，我不可以加形容词哦，我的解读的是安尼啊。好，囤房税，你这个只有交易税，没有囤房税哦，这房地合一就交易税了哈、哦，你这个做一半呢，你不要变成输一半呢。好像投降输一半一样啊，也输一半。不会啦，囤房是要做、哦，大家你够爱听啊！来，我给你个数字 ，COVID-19 在捧过开，也不是捧过开天了、啊，在很久以前了、啊，去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啊不得了啊，好紧张啊，结果发现比基尼斯 model 突然改变了。有些人发现，有些公司发现，我那个出差费可以省掉了，做生意透过视讯一样做生意啊，会展也不用会展，你们可以参加全世界的会展，行李这样四下下九，结果我们的税收全部都增加了，增加税增加65%，遗产税增加22%，赠与税增加19%，独
独的一个银琐碎减少，大家以为说生意不好，不是啦，这里面我讲错了，你知道好不好？这里面有你们银琐碎 有一半是站脚的，对不对？去年你允许人家不要站脚嘛，因为疫情的关系，一部分是这样子，一部分是108年，因为对有些不要不要站脚，还有10%那个事业的获利下降，盈余那个课10%的问题，未分配盈余的，对未分配盈余那一部分就造成这个会减少。整个来讲，除了特定少数的几个行业，比如说饭店业啦、观光业啦，其实餐厅都很好啦，住宿有影响。喂，那个是下半年的时候才会、下半年都起来哈。对，所以我要提的是，我们的政府税收不差吧？你回答一下，税收？税收基本上不差吧？不差。去年是第一次啊，最近这几年第一次低预算数了。低预算你两个管得住了？事实上是，你们讲买卖在疫情里面跟其他国家比。你来我这苏贞昌，我没卖，上面没卖，没卖嘛对哦。你敢不敢讲没卖？不敢。还好啦。好，部长，今晚你都怪出兵呀、啊？你说啊，这个囤房税因为那个税基评定地价都是地方政府定的。我们这里是地方单位立法单位啊，可以不可以把这个权力拿回来中央定？但是一样是地方税，我们讲的房屋税、地价税，统统是地方税，但是评定地价，中央会同地方共同定，安尼啥哩无？这个部分可能要还要跟，如果要中央定的话，也要跟内政部，因为地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讲？你今天给我的资料给我灵感，你今天啊。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台中市、台南市，五都六都里面几乎全部统统是按照行政总处、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营造工程物价指数，你都是根据中央的啊！啊，既然根据中央的，中央来编啊，定的时候请地方的相关人士共同定，组一个 committee 定起来。你就不会有拖迟，就嘛？啥叫你讲？你做啥？你讲？哎、欸，税基因呐、啊，我税率提高我不好，你这样子哦，会推，你知道吗？委员，我跟委员报告，委员在地方也蛮久的啦，吼。有没有可能？我问你有没有可能？对，我让可以不可以先上网说说明一下？可不可以？委员在地方也蛮久的，那个房屋除了单价以外，还有一个地段率，地段率是要看地方各地方发展的情况。没有说跟地方一起共同定啊，各地方发展不要去给地方定啊、那非常谢谢委员这样一个建议的，但是我做球给你呢，不敢接，我做球给你呢，没有所谓不敢接的，但是知识体大、這個、我知道知识体大、啊，所以你要接啊。這個、跟地方还要就是知识体大，我知道，因为所以。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内政部所主管的平均地权地价税的这个地价的公告地价的部分啊，这个都涉及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哈。因为也不是说我们因为你动不动就把这个推给地方政府嘛，我没有要把推给地方。好了，地方政府应该要你这个研究可以研究多久？你告诉我一个答案，可以吗？可行不可行？做一个研究可不可以？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是要跟地方。对嘛？你跟地方去研究一下。还有内政部这边来。三个月内可以做成研究吗？半年内可以吗？半年内哦。好吧，半年内把这个单拿出来，好不好？这是很大的变革，我知道。最少在你人生阅历里面，苏某人当部长过程当中做了这么一件大事情，很好啊。谢谢委员的台。对不对？不敢不管别人对你褒贬，对自己麦克刚刚 from nine to five， 安尼两两。最后一点。你们有统一发票，我们现在鼓励什么台湾Pay啦，什么 Apple Pay， 什么 Pay， 很多的交水费、交电费、交瓦斯费等等的，他没有把单据寄到他的移动载具里面，让这些人真的要对你的统一发票得奖的时候也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行动支付的归户。你也只做一半，你要回你一下，你时间不这样来。好，谢谢委员。不能把规划做什么改进、谢谢委员呐、啊，这个我了解这个问题，因为公用事业，比如由那个
水电还有瓦斯哈，因为实际的缴费人可能不是啊、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使用人哈，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缴费的，照理讲我们发票就要开给那个缴费的人，哈，比如说房客啊，你可以将事先写好就好了，这样子发票开给谁呀、啊，不就好了？但是问题是他这个有时候情况非常那个，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什么时候办法可以出来？不要半年了吧？一个月可以吗？两个月，那涉及到整体公用事业的那个系统的问题，还有啊，多久时间？多久时间？多久时间？我就下来了。多久时间？三个月。好，三个月。三个月解决归户载具的问题，不同载具归户的问题。委员，我们研议可行性的，不要解决的。研议结果出来了哈。对了。哎，好，谢谢。好，谢谢。下位请吴秉鄂委员质询。